三回来 ，OK， 一二三回来，啊，后面，那个手抓中间看一下，哦，这里啊，好，啊，没有西天师，没有五零二啊，大家看好了，我把它分开了啊，我再来一次，来，好，抓中间是吧？好，这位大哥说让我抓中间，我就抓中间再拉一下，一二三回来，他就回来了啊，放到这里也可以啊，看好了，一二三回来。古老戏法鸳鸯棒，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拉好右边的绳回来，拉好左边的绳回来，拉好右边的绳回来。很多小伙伴以为鸳鸯棒中间有个绳，其实它没有绳，大家看一下，要学，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简单。首先大家看到的是鸳鸯棒上方有一个小铁棒，我把它拿出来和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简单，放起来的时候它是重力加重力的原理，拉过来的时候鸳鸯棒已经上来了，下来上来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吗？关注我，有心学魔术。